许多朋友投入郑敬哲案的救援，那这个案子是在救援的初始的阶段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我希望每一位朋友尽量去影响身边的朋友，尽量扩散你的影响力，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援救的阵营，这样子或许郑敬哲的案子真的有翻案的一天。我们每个冤案从社会不了解，要到多数人了解，要到法院愿意支持，到最后有一个符合公平的结果出现，是非常长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很多人会退却，因为要把这个内容说得清楚是极艰难的事，而且要承受异样的眼光。那在这边主要是要鼓励所有从事冤案救援的朋友们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因为每翻一个冤案其实就是在帮这个社会点一盏明灯，让这个光明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照亮受冤屈的人。只有受冤屈的人都能得到平反，这个社会才可能会越公平，大家才可能越安全。最后还是要谢谢所有愿意参与救援冤案的朋友们。真相未明，重启调查，给郑敬哲一个重新审判的机会。